新的厕所在哪儿呢？启禀太后，眼前这座小屋就是啊。这这么干净，看不出来呀。郭大人，您不是担心拉不出屎来吗？现在您可以进去看看，看看抽水马桶是不是可以用啊。郭大人，请啊。郭大人，你看这儿呢，有个水箱，人方便完以后呀，用手拉一下这个手柄，水呢就会自动冲下来，把污垢臭气全扫光。哎呦，哎呦，郭大人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郭大人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哎呀，真没想到。郭大人，到底怎么样？好不好呢？哎呀，真奇怪，这水流如冲浪一样有力，那么邪乎。列位大人，你们谁有兴趣都可以进去看一看或试一试啊。谁去看？我们看看就行了。太后，奴才啥事儿啊？奴才想干啥呀？想准了，谢太后。这点便宜你要占呢？太后当然准了。行。哎，大总管，你这往哪儿走呢？那是女厕所。这太监还分男女啊？哎，小李子，你上女厕所干啥去啊？你去了谁也敢去啊？啊，这是走错了，人还以为你要干啥呢。听着啊，以后这男女厕所不能混着上，要分开上。这奴才听太后的。林先生，这厕所一竣工，对京城的建设你还有什么新的想法呀？太后，我建议我们可以接着再试验半电灯。现在法国的卢浮宫、英国的白金汉宫还有俄国的东宫都装电灯了，这晚上灯火通明，流光溢彩，那叫气派。咱们京城晚上漆黑一片的，也太没生气了。是啊，太后，更重要的是有了电我们才能办工厂。太后，办电是要花钱的，现在国库银根紧张，还是缓一缓再说吧。言之有理，此事关系重大，我确实要好好考虑考虑。哎呀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呦，林先生，您看您弄的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大主管，这怎么回事？小李子，你这咋的了？又出洋相了？这奴才不是想看看那抽水马桶它怎么抽的吗？你一拉手柄，那水就下来了。奴才拉了，奴才拉完了屎就去拉手柄，拉完了它没水呀、啊。奴才把脑袋就扎进那里头，就一看呢、啊，那水就上了脸了，不是？这你怪谁呀？